苏文良，伊讲到伊阿婶金龟呢，已经种过啊位了。工程园区有一边是正常，有一边个死去，啊，毋知是虾米原因。嘿，这个我个人甲看起来，哈，这只有这个你是毋是伫这种啊，这个草药啊，吼，草药啊呢？啊，咧应用的时阵，爱少来甲伊即个注意一下啦吼。所以呢，啊，基本上吼、哦，基本上呢是有即款呢一个，我甲看起来应该是是毋是？抓草药的时阵吼，小可有去甲伊去甲打掉，还是安怎吼？是毋是？我迄阵抓啊，有迄个风去甲吹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啊，你会感觉讲迄长呢，就拢安尼，无讲真正常，安硬硬硬硬安尼吼。那么，佫有一种情形，就是讲你抓金草籽的吼，然后即个随伊加饮水，啊去食着即个草药啊吼，啊，所以你发现讲比较低温的即个所在、较淡的即个所在呢，拢会较无通遐尼好势。有这种看起来是安尼吼，所以啊，那总共有草药啊，就那是草药啊这部分的即个问题，这个机会是比较大，所以呢，啊，应该是。爱用这个吊车吼，这小改做者这个处理。有诶讲啊，平平咧转这边也无代志，无一定。然后当时啊，拄啊好一阵风来，你拄啊遐咧转转草药诶时阵，一阵风来去小可下一下吼，那么就比较严重吼。啊，这看起来吼，啊，有诶讲啊，高山草毋是鸡啊鸡啊远诶转，无啥要紧吼。这转无转着长拢无要紧，咱若转着长吼，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要紧吼。你甲看你。啊，出问题拢同一个方向啊，有一个方向，有一点点方向性吼、哦，所以阵是毋是有透风，所以啊，即、這个许个即个问题，我个人是安尼咧推断，因为看起来作型是杀草剂机械吼去打掉吼、哦，所以呢啊，咱讲去打掉就是讲啊，比如讲咱用一寡许个金草籽的这爱即嘛水饮落去食的哦，这抓金草籽的一个草药啊了吼，袂使随抓，袂使随饮水，吼、哦，这个常识爱有啦吼、哦。啊，这应该救化买啊者吼，就是讲啊，迄细虫吼，几个月啊，应该是伫咱啊嗯的时阵啊，较紧的用这吊车甲抓一遍吼、哦，应该就会比较好一点点吼、哦。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安尼吼，这唔知对唔对啦，因为我判断起来是看袂出来是虾米款。啊，即、这个足特殊的即个病，但是伊种经营的作性是草药啊吼，啊去伤到的这个可能性吼、哦，所以呢啊，你稍注意者安尼吼，也提供互你稍做者参考啊。即吊车吼，那、哦、是无讲介严重的时阵呢，小甲用者即、这个、啊效果足好诶吼、哦，所以你会当。就是讲，四尾动作，话尾伊，你先甲抓看卖啊！因为这起来有诶长吼，有诶长，迄心尾拢已经拢温落啊吼，迄种救无上来倒来吼。啊，但是就是讲，为虾米要叫你个四尾做话尾？伊就是讲，你甲抓看卖，互你感觉讲，诶，这物件是毋是对于这个啊，人工那是万一啦吼。这虾米人咧种植诶时阵，拢会拄着这个情形吼，无影讲对这外头吼。这吴班长讲了上好诶，就是讲啊，这个。那是唔捌去伤到吼，这可能就是做了无够多啦吼，这做了无够多，做了无够多吼，都唔捌去伤到。啊，那人是正常咧种植吼，大家人拢会啊吼，差不多一刀半刀安尼咧，只是讲啊，咱知影有这一刀半刀，咱知影较早可能就拢无法哩吼，因为阮常常西瓜园吼，阮常常去拄着这个情形，所以为虾米？啊，阿婆啊，一直拢会去找这种物件。上早咱啊，有一个意大利的这个产品吼，啊，这买下呢，佮有一个嘛是意大利的这个产品。啊，为什么意大利因就足爱做这种物件？你伊含咱同款，因不时咧有草药啊，上的因抓草药啊，佮比咱较凊彩。你唔通想讲欧洲人的这个药吼，因足凊彩，你若看到你真正足想要佮拍，我跟你讲，哦，这人。这是都实在是太远嘞，然后无这是有机会吼，啊，应该是安排来讲，大家吼，这参禅啊出工嘞，啊来看阿多啊嘞，哦，看阿多啊嘞做事吼，这有时啊，冇你佩服的所在，啊冇你感觉害头的这所在，这种物件就是安尼，全世界都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因为有一种需求，啊，有一个需求，伊就创造这种的这个产品出来吼、哦，这个原理是安尼来吼、哦，所以啊，这个你也当去看嘛。所以这物件为什么伫意大利也当啊，这个汉尼古吼，这个、啊，拢受到大家这个欢迎吼、哦，就讲、是、因也去用这种物件吼，其实就是因为呢啊，确实伊啊伫这个。
啊，伤到啊，伊这效果也可以吼、哦，所以你也当用这个试看，啊，试看你老盖有信心吗？吼、哦，这目前个看起来啊，这状况确实是不太好哈、哦。那么另外一个问题，你讲到这个啊，并讲像果实蝇、瓜石蝇，吼、哦，比如果蝇叮啊，足严重吼、哦。通常就是讲，伊那是开花吼、哦，然后看花咧下吼，你用一个白色的车轮啊去甲套起来。有我们把那一种的车轮啊，去给它套起来，白色的去给它套起来，因为它就会变白的嘛，也垂卡薄啦。车轮啊一种吼，宝丽龙一种，哎，一个包嘞，哦，啊，嘛不是包，就给它套掉嘞，啊，也套掉嘞，嘛不是多啊，但是它就白白的，也反光，啊，所以伊瓜石蝇就较袂去吹掉，等伊即马大紧起来。伊瓜石蝇去想到要甲定的时阵，伊就变定啊，迄阵鬼啊就较定啊，伊盖袂落啊，吼、哦，这个也是有效果的咧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你也当改尝试看看啦，吼、哦，阮真侪是拢安尼咧做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当然像伫即个环境内底，大家吼、哦，比如讲你种的即个所在吼，即、哦、啊边啊有即个槟榔园吼，所以你伫槟榔园的即个下骹即只只吼，喷瓜即个油啊，吼，因为遐较凉吼、哦，所以瓜石蝇拢会去遐歇凉。伊啊，叫热吼，所以呢，啊，你喷一挂即个药啊，像即种香儿宝即种吼，芳啊莲即种，你拢伫迄个啊，迄个树啊卡、槟榔卡呀，去甲喷喷的吼。啊，芳啊，去啊透中道，伊无像咱啊骨力，伊会去啊休困。啊，去啊休困的时阵，伊就会死啊，吼、哦、会死啊呢吼。所以你这要小注意者，或、啊、者啊，是不是有当时啊无一定草药啊无一定你家己抓到，是不是隔壁咧抓？啊，是不是有啥物款吼？因为你看你一边就好，啊，另外一边就有问题。有当时啊是隔壁杂草药啊，是要去啊去引过来吼、哦，这个也是会哈、哦。这尤其那是这个冬尾时吼、哦，恁遐唔知有无吼？伫阮遮就是冬尾时的时阵，伊会去整理迄个大准膏啊，大准膏吼，较早拢会用迄、那个啊，迄种杀草剂吼，迄、哦、种很厉害的一个。啊，这种杀草剂去甲抓吼，一种叫做伊灭草吼，伊灭草伊好一个名，最好个叫中青啦吼。哦，这物件你若去要打掉的时阵吼，你着恭喜啊吼，哎，真正是这个足久拢无发力安尼，啊，因会去伫大准高因遐发作者草，因会先去甲抓这种伊灭草。伊甲抓这，若是看迄人咧抓到，即马迄种一个拢熟悉人啊，固定人咧抓。啊！这种咧抓大准狗的时阵吼，因就甲伊讲要抓草药啊！哦，吼，我话别惊死吼，因为迄足食力嘞吼，迄小可那是啊，又爱有诶乌白抓吼，啊，你也是都会发生这种代志。所以你边啊，那是有大准狗，有人咧抓这草药啊，伤着啊，那是伊灭草伤着加血的吼，应该是无甲歹运。那准讲是去哦，即个伊灭草伤着的时阵啊，得卖个许啊，啥物吊青吊乌拢无好啊，拢翻袂转来。这个很难，非常的难、哦、所以这啊、是一款的这道理的嘞、哦、所以这有好朋友哈，小、哦、做者参考、哦